是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安巧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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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。这里，这里，迪迦，迪迦，一次只能走两个。阿美，这里，一次只能走两个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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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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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，这里，哦，是你哦，美凤，美凤，这里，这里，It's me，这边有个入口哎。对，哦，有。哇，都没事，可恶。啊，阿比，我们向右走，美凤自己找地方跟。哦，一批小队，哦，那个哦，这个我们可以拿，不行，这最后再拿，最后再拿，地上有刷子。先拿还是怎样啊？这个可以拿，地上的那个拿，那个灯不用拿，那灯是最后再拿的。哦。对，那个灯拿了之后，附近就会开始有怪。对，都是最后才拿的。我们要找那个啊，跑酷点，跑酷点，没有东西先放外面。天哪！都要走走了。等一下，阿比，等阿比。有。我觉得他们一定不会走楼下，我们走楼下。有。阿美，对面有东西，引擎需要你去帮忙。上啊！天哪！啊！上啊！这边从这边跳过去吗？也可以，你这边跳着过就可以，不然就是我这里。这个出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出口。去吧。不要走完。注意哦，美凤。甚至你没看到那个微型隐形在这里，美凤这里。好，先去把东西放下面。我们在下面，没在上。有没有其他东西呢？怎么了？就海海他掉下去了。我刚刚应该显示他都待在这里不动。那美凤呢？哎，他跟你过去了。他跟我过去了。嗯。我不是叫他回去。右边吗？美凤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要跳回去，你要跳回去。这很重，这很重，你先带回去。美凤，你要去哪？美凤，这里。这里，来来这里，我看着我，看着我，那看着你这里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暴鳞虫，暴鳞虫，暴鳞虫。暴鳞虫，暴！暴你个鬼！暴你个鬼！哎，你们那边都结束了。没放下去了。没放下去了，我这边还蛮深的。我们要 keep going 吗？你有手电筒啊？你看别边啊？你别边都看完了吗？好，你们刚刚右边有看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右边啊，这边有个路这边刚逛过。传送。这边左边我们逛过了，右边我们还没，右边好像还没逛。电力好像也快没了。小黑你又来啦，小黑。为什么没体力啊？没体力。这样好了，先看一下。没体力啊！我这下面好像继续深入，你没体力。对，因为小黑在追我，我就跑很远，跑到没体力，没注意到。他是不是可以把电池拔掉了？啊，要拔了吗？下面没路吗？没事，你看阿美。没有，常常都会倒下的。你在巧克力那边哦，见了耶。我们要去巧克力那边吗？他不知道还会不会记得拔电源。巧克力，我们分一组人去放东西。好啊，万一还是西亚厉害。过去吗？谁哦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。我跟玲玲活着吗？然后跟玲玲去放。
东西很多、哦。我也要走了，拜拜。泥皮走个屁！要拔吗？好啊。哎呦呦！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在里面啊。阿比有记得要拔电池。对啊。那我们要去船上看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他们走保守派的玩法。嗨。想说我们去船上看一下，确定没有人的话再拔电池。好，然后左边那边有一坨蜜蜂，所以可能右边那边有一坨蜜蜂，所以可能要走这个桥。好。还有蜜蜂哦，这么好。走吧。美凤，我们倒得太快了，美凤。一坨蜜蜂。那我哪会无看到蜜蜂？哦，他说这个啊，这不是啊，这只是造景而已。这不是蜜蜂哎、欸。记得我们是从这里来的。这边有人类。人类，人类，哎、欸，不是走这里，他刚刚摇头，好像是那边吗？那边，那边，哦，这边感觉好危险，我这里感觉死掉了。阿美，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要完美的度过地板怪兽区，可以吗？阿美，好，不合。Hi chocolate， 喂，这可是凉去了吧？起来凉了吧？凉了啦！爬船过来吗？体力没了。我们要去拿吗？我们还没有传送。好，我们去拔电池。我们去拔电池哦。哇，我还去拔电池，好感动哦！我先把我的手电筒充个电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吗？阿美，玩到目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跳失败了吗？不是，现在已经还掉点了，应该还来得及。那赶快拔完，赶快回来，应该还好。因为它是直接就可以跳。哎。啊、对哦，它不需要动力，所以你只要站好位置，跑步键按住 W 空格直接过去就是可以。哦，关键还是站的位置要站对了。没有，露丝。好。然后像刚刚因为你拿那个隐形就会比较重，那比较重的话，它就会也会跳的沉重一点，所以就要注意一下。右边，左边，右边有电池，这里。但因为就是要让你体验，所以让你去拿。觉得不要给他好时间，预备备。你看他们现在拿电池。爸爸，这里。爸爸，里面就都按掉。张张，这边个，哎，这边个，哦，声音。哎，还好他们这个电池算蛮近的。我会不会太重啊？你先过去好了。好。电池都是最后拿，因为你一拿就是里面都会很暗，然后怪物也都会开始出现，就很危险。但电池。也是很贵重的，所以就是还是要拿。什么？我新手被小黑追耶！我那个小黑压力大。可以，他们回来了。耶！回来了。泥皮拿电池。小米，你怎么东西？还第一次看呢，还在那边叫。他每次看那个怪鸟都是这样，那个怪鸟就是他会跟着你，但是你只要人多的话，或一对一，他也就没事。不熟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气人。所以阿美你就不用怕。不知道哎，他想朝着我这边。朝着我方向走来，耶、yeah ！我看你们刚刚两个分开走。哦、oh, ，Hi Chocolate， 死亡。阿美是最懒惰的员工耶。也是，我对，我看到小黑，然后我就赶快跑，想要回来，然后还想说，我一定没问题，然后一跳发现，我没体力了。哇！小黑追着我，害怕，可恶。那个死在同一个地方。对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们还有泥皮的手电筒。对。泥皮，我们的未来就靠你了。泥皮拯救世界。泥皮拯救世界。我拿这个当武器。靠泥皮了。靠泥皮了。靠我。冲啊！哇！
你们充电？有，我有充电。好，那你就上吗？一二三四，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你觉得？哎！哟，怎么长这样？模组的，我新装的地图终于遇到了办公室地图，我也是第一次玩。电梯耶！对啊，它真的可以搭吗？哎，它也有电池。哎，对啊。可以搭哎！真的可以搭哎！好酷哦！啊，不对啊下去了怎么办？啊，哎呀，可以在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二楼，我们在二楼。先来这边看。嗯，我们现在在二楼。那边可以爬梯子哦，电梯来了。这有电视器。嗯，这电梯好大声。这门打不开。这门不能开。那我们要一起下，那个门打不开。那我们一起搭电梯啊。我们去三楼，我们去三楼。噔噔噔。喂，上楼。电梯上楼。电梯去一楼啦。哇，还真有电梯可以搭哎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没事哈，没事。这可以拿吗？不行，掉落物都还是一样的啦，所以不是啊，这是死路啦。啊，好像是最底层，好像有，它刚旁边有那个地图，好像是最底层才有两条。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怎么少一个呢？你们要进电梯的，电梯下喽。哎，下喽。那个嘞？玲玲呢？不在了，那走了，那走了。其实在楼下。左边四个人呢？倪萍。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？这个电梯会吃人是不是？四人电梯。哎，你又出现了，你又出现了。哎，倪萍。哎。有人在这边死掉了。那个啦，玲玲从上面摔下来了啦。啊！天哪！他刚摔下来哦。对。看起来是。那我们这里探索，哎，这门都打不开哎。这边有门口。这里。哎，这有门。有些门大门都不能开。不开灯。我想说，这什么恐怖电梯？绕一圈都少一人，绕一圈都少一人。这里感觉会有东西哦。哎呦，烧瓶，你们可以捡吗？哎。好。小黑，是吗？它有两颗眼睛，对对对，太暗了。然后有蜘蛛网。小黑是什么？就小类似小强啊。你拿手电筒，为什么在最后面？不是，那是小黑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边我们要看，右边左右都要看。地上有蜘蛛，对，那个门有蜘蛛。这里有门。可以进来，可以进来。我觉得我们不要靠近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类似弹簧头，可是没人看到。你看，蜘蛛好像越来越我们哦。这里还有路，有蜘蛛哦。有东西可以捡。地板遥控器捡一下。好，哎，来，哎，我捡了。好。这里还可以再走，我们走完这里就回去吧。难得办公门哎，这边有厕所。这边需要，这边要探索，这边很可疑。你撤吗？很可疑。有没有花子？你们在这里吗？我们在上厕所。听起来这么兴奋。厕所吗？啊，那个不可以拿，好吧。对。他在隔壁厕所吗？没有那个。可能是哦。我们在上厕所。哎，这男厕变态。变态。刚刚外面来的地方有蜘蛛哦。好，我有可以打，但蜘蛛蛮强的。哎，小黑。大家没事，安全了。他那个是小黑，没有，他把泥皮带走，所以我们安全了。哈哈，他把泥皮带走，所以我们安全。啊，东西拿一拿，我们回家。大功告成。耶！完美。靠左一点哦，不要踩到蜘蛛网就没事。
好，我们也拿了蛮多了吧？哎，我们回去在哪？这里、啊、这里这里。毕竟我们这个下来还有电池啊，对不对？电池要拿。哦、对，电梯。它应该是可以拿的吧？我刚刚没注意。哎，不行啊，它不行啊。你是装饰吗？嗯。那我们几样东西啊？哎，后面的人呢？你要放弃？对啊。哎、嗯，小黑，小黑。